当初这一网下去，捕的鱼虾就够我们一家吃几天的。哎呀，可如今这渭水河，鱼都快绝迹了呀。嗯，哎，弟弟，啊，石头哥哥说这水里有大妖怪。怎么可能呢？傻孩子，这水里怎么会有妖怪啊？就算有妖怪，神仙也会保护你的。Thank you.
姜子牙。你可知罪啊？你为了一己之私，殃及无辜，罪无可恕。现前女诛仙台，受天雷十五日，便发人间。我救百姓于危难，不封赏就算了，还要受罚，这是什么天理啊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我不服！鸡没少吃啊，挨打的时候都不知道护着点我。石头哥，你看啊，你一天要来个三次，人家青鸾理都不理你。你少放屁，青鸾表面上对我很冷漠，实际上心里有我，容不下第二个人。你干嘛呀你？不是青鸾心里有你吗？今天咱们就走回前门，走啊。别废话，走后门。哦，里边躺着一个男的，问题是他还躺在青鸾的床上。我说我这两天右眼皮怎么总跳呢？哥，要这么做，咱们现在应该进去把这个男的收拾了再说。对，走的。青鸾，三婶儿，你这孩子又跑到风铃深山去采药。青鸾，你都老大不小了，该嫁人了。只是石头这孩子吧，
三婶儿，我一直把石头当哥哥看。您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只想一辈子跟您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，好不好？傻孩子，哪有姑娘大了不嫁人的？我就不嫁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，我不嫁嘛！啊，不嫁嘛！不嫁，不嫁，不嫁！你小子挺嚣张啊，连如意村石头哥的女人都敢动！我警告你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，轮不到你们管。真的很嚣张啊，很有性格。动手！可笑的凡人，啥意思？看不懂啊！哎，不灵啊！哎，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爱谁谁，滚！可恶！这他耍你啊？我知道。配合他一下吗？揍他！别动，别动，别打！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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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点记性，以后离青鸾远一点儿。呸！夫不可言，言必可见；事不可行，贤者。过来。哎，又去干什么鸡鸣狗盗之事了？爷爷，你看看孙子我，当个坏人，活的是逍遥自在呀！我叫你逍遥自在。哎，你说咱们如意村呐、那是得神仙庇佑的啊。你怎么就不知道感恩呢？姜子牙是神仙吧，保护我们如意村也没错啊，不还是被雷劈吗？哎，这件事说起来我也有罪过。石头啊，焚林而田，涸泽而渔，只会有伤天和啊。您别在这儿伪善了，天要罚人，关人屁事儿啊。哎，臭小子！哎，爷爷！姜子牙，你为义气之死殃及无辜，知不知错？
醒啦！他的名字叫平安，可以保平安。很灵的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嗯？那我就叫你闷葫芦吧。你在拜什么？嘘，这个是我的恩公姜子牙。15年前呢，我还是一个小女孩，有一天我跟我爹娘一起去打鱼，遇到了鱼妖，幸好恩公出现了，要不是恩公，我早被鱼妖害死了。他就是你恩公？嗯。我劝你换个新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出来！您说这青鸾这么做，他成何体统啊？你把他救出来！救出来！青鸾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青鸾，你把那野男人给我叫出来！叫出来！石头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出来！不是，青鸾，就是他，我亲眼看到他砸坏了炎帝岭的符咒，我也亲眼看到了。青鸾，你怎么能把他带到家里来呢？可是他毁坏了符咒，一定是妖怪的余党。对，这妖怪肯定也是他引过来的。余党啊，余党啊！青鸾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父母那就是被那妖怪害死的？青鸾。魏鱼！魏鱼！不可以这样！不行！魏鱼！你们谁敢踏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！Thank you.
是死了。孩子带回去吧，咱们回家带回去吧。喂，没想到你还挺有正义感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谁呀？这是如意村的村民们注意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长得这么奇怪，一定是河山派来的。土地，是你啊！我现在是凡人了。哎，
你们都打错人了，他是土地公啊。他长得真好像我们村供的土地公啊。真的真的耶，一模一样的呀，你看。土地公啊，土地公，你真的是土地公啊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我是来给你们报信儿的。你们下手哦，你们下手也太狠了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麒麟坤呐，他是河神的亲信呐，他来此地乞食血肉，其实是为他的主人觅食而已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最坏的就是那个河神，怨念太深，15年来他不分白天晚上吸食血肉煞气，一旦要是出现，哎呦，后果不敢设想，不敢设想啊！怎么办呢？淡定，淡定，有我如意村的土地在此呢，一切都可以摆平呢。谢谢土地公，快救救我们吧，土地公公。这个不过呢，得需要一个人把那个打神鞭给拿回来。谁呀？谁呀？打神鞭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人就是我。我轻轻一掌就能把你给打趴下，你还能拿打神鞭？就是啊。我跟你们说，能拿打神鞭的人呢，就谁啊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下回分解啊！散会。哎呀，你跑什么呀跑你？你跟着我也没有用，神鞭已经被收回去了。错，神鞭不是收回去的，而是他不认可你，他自动回到了原点。什么？原点哪里啊？封神岭啊。封神岭就是那个古神陨落的地方。没错。此事是因你而起，当然是要让你来结束啊！你不能袖手旁观，你必须去封神岭拿到打神鞭来解救大家。嗯，那是你们神仙的事。哎，你不能这么没责任啊！我跟你说，姜子牙，我好话跟你说尽了，你别听不进去啊！还有啊，你不能轻易言败，不能轻易放弃啊！你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，我跟你说，哎。咱们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恩公，原来你就是姜子牙呀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小心听到你跟土地公公说的话了。古人云，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，你看他是一脸的淫相啊。我觉得他要对青鸾意图不轨，我们必须全天候贴身保护青鸾。这也叫贴身保护啊？别废话。有道理，哥说的都有道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你15年前救下的那个小女孩。这么久过去了，可能你也记不得了。你记不住我没关系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。不光是我，我们整个村，他们所有人都非常想念你。怪就怪那个鱼妖，他总是来骚扰我们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。也是因为他，我失去了爹娘。15年了，我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所以他们都是我的亲人。今天的事儿，
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放心上了。对了，恩公，你这次下凡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嗯。别跟人家说我是姜子牙。好。姜子牙，姜子牙，我们有救了！姜子牙，他是姜子牙。没事吧，哥？我真没说。说，刚才我掐指这么一算啊，那个畜生乌龟王八蛋，他正在冲击我们的封神符咒啊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闯进封神符咒啊！如果我们再想不出好的办法，那么大家都得玩完呐！去吧，我去吧。我去。你？啊，好好好，你去。怎么了？我不能去吗？啊！能，有小孩。蒋公子，小仙无能，法力有限，不能解救如意村的村民。这解救如意村村民的生死，就拜托江公子了。你也小心点。哎，师兄，师兄，你不要命了？我们是人，不是神仙。石头哥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大丑，小黑，保护好大家。石头，大家冷静一点，大家冷静一点，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。当务之急是在他们回来之前，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说的对呀。嘿，乡亲们，土地公说的对，咱们走。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青鸾，你这身还挺好看。张石头，青鸾，这是怎么阴森森的？不想来，别来，回去。我也不知道路，我要不早回去了。我不知道路，你就跟着。哎，阿公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这什么声啊？这是什
天！你干嘛打他呀？我这……什么招数啊？凌波微步啊！凌你个头啊！我刚刚在他身上设了个八卦阵，一时半刻他是不会看到我们的。那我们赶快走吧！喂，千万别动，别动原位！你一动，他就会看到我们的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呀！看看那边，有没有发现那边的区域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？我怀疑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制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跑过去那边。那万一那儿比这儿还危险怎么办呀？那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，我这个阵撑不了多久的。恩公，我相信你，开始吧。那就这么决定吧，我数一二三，数完就，我们就跑。我们想办法把他抓住，都清楚了吧？清楚了。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快动手，快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注意隐蔽，快点，躲起来，快点。下去他会坚持不住的，怎么办呀？恩公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
谁能想到这神仙这么脆啊？恩公，恩公，恩公，哎，恩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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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怎么有两个青鸾？你愿意救他吗？我要怎么救他？我会用血功之法将你的血渡给他。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恩公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不要以为你穿着白衣服就能装神仙啊。我答应你。哎，青鸾，你疯了你！等他醒来后，我出现的事情，请不要告诉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没多久。怎么我的法力回来了？啊！
还不是因为……那真是太好了。那要不我们抓紧时间去找胆神鞭吧。啊，走吧。啊，你这……走。上古神族大战之后，封神灵就出现了。这个就是封神灵的核心，叫荒冰种。想要拿到神器，必须通过古神的考验。神器，是指打神鞭？没错。几千年来，修道之士都想得到它，可是没几个人能通过考验。所以，这里不光是古神陨落的地方，也是修道之士的坟墓。那机会岂不是很渺茫？也不尽然。天尊500年前成功拿到神鞭，后来传给了我。之后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青鸾，你怎么印到水里了？什么？哎，别动，这个是轮回石，能够真实反映你内心的一切。好准啊，这个。准什么？不准。哎呀，你别害羞了，我都不害羞，你看。哎，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呀，青鸾。看。你看，快起来吧！姜子牙，知错吗？我何错之有？你为一己私欲祸及百姓，还不知错？那都是何无忌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如此，你自己就下凡领悟去吧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服！恩公，恩公，恩公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
走吧。就要放下执念，空一击。这就是打针鞭呐，恩公，你成功了！原来这么轻松啊！姜子牙，你若想拿到神鞭的话，就要放弃全村人的生命。你不拿就可以做回神仙，不可以帮他们。怎么能这样啊？拿了他就回不来，不拿又救不了村民，不能这么玩啊！怂了一辈子，就活在这张嘴上了。我差点忘了，自己还是个小神仙。既然我是如意村的土地，我就要誓死保护如意村的村民。小心！起来，收手吧，何无忌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住手！住手！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不同，你是沉重郁结，而我是兴奋。回来了！回来了！青鸾，没事吧？回来了，石头。青鸾，大神变的，姜子牙，若想拿到神鞭的话，就要放弃全村人的生命。糟了，糟了！我为了这一刻，足足等了15年。你以为本座还是当年小小的河神吗？看看周围的村民，你都忘了他们是怎么背叛你的？他们是在利用你。今天新账旧账，我们一同了结。啊！
青鸾，青鸾，让我过去！你不能青鸾。保护你，你什么都不欠我，走。闷葫芦，我就是喜欢上你了。好，看你一眼，或许就是终生。老人看到你快乐，心里就莫名的甜；看到你悲伤，我的心也会痛。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也许这就是爱情。闷葫芦，你不要哭。因为只有这样，鸾儿才不会落泪。
别，如意村有救了，如意村有救了。为什么不杀我？因为我们都错了。欲修天道，先修人道。如果连人都做不好，又做什么神仙？徒儿拜见天尊。你的确没有让本尊失望，终于通过了我的考验。让你去找大神鞭，其实是想考验你有没有仁者之心。如果你拿下神鞭，一切就都失败了。如果为了大爱放弃一己私欲，惠泽众生，这就是顺其自然。既然通过了大神鞭，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。还有更艰巨的任务？救百姓于水火，讨伐纣王，完成封神大业。徒儿定当不负天尊所托，完成封神大业。子牙，此处机缘已了，便随我回圣虚殿吧。天尊且慢，如意村民虽有过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他们都是因为我而死，他们的罪责皆由徒儿来承担吧。徒儿愿意以凡人之躯自闭渭水河畔50年，以换取他们重生。子牙，你乃天选之人，将要承担起天下兴亡的使命。如果区区几个村民都救不了，又谈何担起天下兴亡？还请天尊成全。也罢，谢天尊。何无忌，天尊，快随本尊回去吧。
哎呀，好悠闲呐！啊，哎呦，自打我步入仙籍啊，啊，整日里劳顿，我这两条腿都快跑断了，哪像你还有时间钓鱼啊？嘿嘿，哎，你这只钩是直的，怎么能把鱼给钓上来的啊？我这个叫愿者上钩。哎，老头，这里有个叫姜子牙的吗？你们三个小娃娃是在跟老朽说话的吗？啊，姜子牙？有，愿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原来真人找的就是他呀！长成这样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靠不靠谱？打一架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哼！Thank you.